哦，爽，爽啊！这也不好骑呢，要站脚踏，一口气，一口气油门半离合上来呢。你们看我骑下去的长度就知道了，这都下坡呢，很陡呢。还好这中间这里是比较扎实，有抓地力。你看整路这样下坡呢，然后因为水有流，有没有？它土就比较扎实，而且它这个刚崩没多久，因为都没有长草，没有长树。你看这个很陡，你看怎么上啊？哦，这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来的呢，走路可以啦，骑车上来就不好陡啊。干呼干呼。还好轮胎还蛮新的，哇，爽了！今天骑300赚到了，300才够力啊！你看下面的还在弄，你看已经下来100公尺有了。哦，好开心哦！刚好这里有水流下去，要不然这个踏爬上上，我倒起啊！啊哈哈哈哈！啊，那对啊，那对啊！卡住起不来，哈哈哈！可以吗？是啊，可以吗？哦，这不好骑呢，不好骑呢，哎呀！哦，赞哦！袂使停嘞，爱滴吹，才较爽。哦，好爽哦！你看还在下坡嘞，我回头看一下大崩壁，你看这个要再进去到最里面。上次清水地热有看过，这个看一下，有热吗？冰的，冰的，冰的。哦，还有个瀑布呢，还有个瀑布呢，还有个瀑布哦，你有看到哈？是哦。哦，骑到那个最后面了，有点像土耳其了，真的啦。